分享一个实战对局：红中炮，黑顺炮，红马二进三，黑马八进七，红出车。这里出直车或者横车都可以，两种不同的变化。红直车呢，黑就横车。红马八进七，黑车九平四。一般横车会集中优势兵力到一边进攻，但下黑可以车四进五，吃兵压马，红拱七边。那在这里红拱三边也是可以的。黑如果进车要吃兵压马，红马三进四，黑车吃兵，红马回窝心。黑如果炮打中卒，红就马四进六彩双，黑不打中卒，下一步红窝心马就跳出来连环。实战红这里拱的是七路兵，黑炮二进四，红拱三兵，黑车四进五，准备来压马。红如果马七进八，黑就炮打中卒了。等下还可能平车来抓双，实战红旗这里走的是飞边象。现在黑如果平车来压马，红就车九平七，黑上马，红回马对车，对了车，黑明显是亏的，黑车走了五步，红车才走一步。实战中黑旗这里走的是马二进一，红进车卒零，准备吃卒压马，黑车四平三，红车九平七，黑车吃兵，红车吃卒，黑炮五平三，准备换马，红车吃马，黑飞象打车，红炮打中卒，黑不是，红车吃象，黑车吃马，交换完之后，红退车抓象。黑如果退马守象，红就炮五平二，准备下底将。实战黑这里走的是车一平四，红车如果吃象，黑会车进二对车，红这里走的是炮五平二，黑进车视角，红进炮将，黑落象，红车吃象，黑出将，红退车将，上将，红马三进四，准备马四进五将，黑车吃士，上帅。黑炮二退三，不给红马上来将军，红平车抓炮，黑如果翻炮，红就进马将，黑退车抓马，红炮二退五，黑进车将，将军下帅，车四平八抓炮，红吃炮，黑也吃，红平车将，将军陈氏进马将，将军进将。退炮打车，走到这里黑就投资认负了，接着走黑车吃兵，红马后炮，将军黑只有车吃炮，红兵拱掉，这样黑就走不下去了。好了，这局棋就分享到这，谢谢观看。